下亲身体验床铺舒适度，民众出门逛大卖场，准备过年前将住家太旧换新，特力家购物网抓准双十一档期，寄出超杀线上回馈，刺激买气更上层楼。像我们商品其实最低应该已经到三折了，那另外的话，我们还有一些像我们特力屋跟和乐，就是百大的热销商品，它还有个5% LINE 的回馈。那另外，如果是买装修服务的话，30万有无卡分期，那24万的专案的话是24期零利率，都有一些到府的加配师啊，或是装修。所以，如果你有地板的需求或是粉刷的需求，我们都会到府丈量。因为房市还有疫情，你在家时间变长，所以我们希望你在家你可以去体验你的生活。所以我们才会想要把商品跟服务的优惠绑在一起，而且网站也可以收数位券，所以我相信在这一波这样的绑法应该是最划算的。这个平常你可能就要1.2倍或1.3倍的代价了。也是看近期房市火热，特力家购物网推安心成家方案，30万30期零利率，或10万24期无息贷款，只要月付4000多一点点，就能无痛把家换装。种种优惠只要动动手指，轻松瞄准目标商品，线上就能下单。消费者应该都像我一样都在等双十一啊，那就是想说找一些大型的家具啊，像是这种茶几啊或是沙发类的这种商品，网络上下单的可能付款啊或是一些活动信用卡可能会比较优惠。特力家购物网主打一站购足居家产品，双十一全站商品齐下杀，搭配到府装修服务方案，省时又省力。床这种东西要来门市，可能实际躺过之后才知道是不是符合自己的需求，然后躺起来是不是真的那么舒服，然后之后可能再在网络上或者 APP 上面看看现在双十一的优惠，加上就是他可能可以帮你直接帮你把这些东西带到家里帮你组装好。业者既诱人优惠，盼在5倍券加持下创造业绩，买气双赢。借台北综合报道。